口感怎么样？那么豪爽吃那么大一片锅、哦，真的，这边排队的都是等着要来吃、哦，真的，而且是不是今天哦，是每天，哇，那这边的仁爱市场可以说是台湾的主力市场的感觉，对，这边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今天特别从台湾尾来到台湾头，就是希望拜托基隆的乡亲一定要把郑文婷送进国会。基隆跟高雄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港都，很希望说基隆可以跟高雄连线，借由重要的这个货运的枢纽以及军事的港湾，一起从台湾头守护到台湾尾。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基隆现在的交通议题非常的重要，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。可是，在谢国良上任之后，大家就看到，不止 GoGo 荣跳票，还有对于很多的基隆的交通建设也都没有建树。那我很希望说，大家可以借由把郑文婷送进国会，可以延续基隆的 T Pass， 直接让郑文婷集战力，可以继续守护基隆的交通建设。